正在东海某海域进行海上训练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举行庆祝海军成立73周年宣誓签名仪式，官兵们面向军旗重温军人誓词，进一步擦亮忠诚底色，激发强军动力。在人民海军转型跨越向海图强的关键阶段，作为新时代中国的闪亮名片，和平方舟将不断加强政治引领，擦亮忠诚底色，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不断取得新业绩，焕发新光彩。在海军诞生地江苏省泰州市，军地也联合举行了主题宣传活动，海军旗语操展示、海军中队授旗仪式、红色故事宣讲等一系列节目，为人民海军送上祝福的同时，也汇聚起磅礴的奋斗力量。我将努力传承人民海军精神，不惧困难，勇往向前，学习更多科学文化知识，奋力追逐梦想。